一下认为人性本恶，好人真的特别特别少，纯粹的好人是断绝于世的。大多数人的心态都还是挺扭曲的，没有多少人会为你的幸福感而感到高兴，更多的是嫉妒恨造谣是非来恶心你，也没有多少人会真心同情你的不幸，更多的是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火上烧油，嘴上一炮说辞，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回事了。反正我认为没必要各种晒，我过得好不关别人的事，但一旦晒出来就关系到别人的事了，别人觉得你各种在炫耀了，我过得不好更不关别人的事，但一旦晒出来，你说你除了得到别人无关痛痒的问一句怎么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做人要低调，太高调一定会惹来很多人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